各位，我们就开始上课了。那我们先简单的把上一回吧，我们所谈的东西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回已经谈到麦叶社群啊，那基本上这个上一次有谈过麦叶社群的话，基本上要有两个要素哈，一个是这个是要排好的。第二个要素的话是它放在 Aware 里面，这个时间不搭都是 order 都不认。好，这个是麦叶社群的 pseudo code。那这个 pseudo code 的话，基本上有点像英文的描述啊，来表示说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去进行的。那 pseudo code 之后呢，我们更明确的就可以把它写成 C 的 program 或者其他任何语言的 program。那这个就是 C 的 program。这边的这个 C 的这个 program 的话，它是一个 while loop。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 for loop 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这个麦社群本身它就是一个 recursive 的概念，所以基本上你当然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recursive program。那这个 C 的这个范例，它就是一个 recursive program 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个地方哦，都是在这个重复的呼叫这里本身。好，接下来是我们上一回也有谈到，就是 permutation 的部分。那 permutation 的概念也是 recursive 的概念哈。那基本上如果说这个 A B C D 四个要做 permutation， 也就是要做排列，那我们要把所有的 A B C D 四个排列的情况把它印出来，那就四阶层就是24种方式。那这24种方式的话，我们 recursive 的概念就是你把 A 放到第一个，好 ，A 放到第一个。剩下的 BCD 去做排列，然后再过来就是把 B 放到第一个，那剩下去排列。可是把 B 放到第一个之后，剩下排列是到底怎么排的呢？其实就是把 A 跟 B 先对调啊，对调之后呢 ，B 就放到第一个了，那剩下的部分就是 ACD 去做排列。然后再下来下一次的话就是把 C 放到第一个，所以就是把 A 跟 C 做对调，对调之后呢 ，C 就放到第一个。剩下的就要 VAD 去做排列，再过来最后一次就是把 D 放到第一个 ，D 放到第一个的话，那剩下的就是 BCA 去做排列，所以这个排出来的顺序啊，有点像我们，有点跟我们平常用写的、用手写的那个顺序稍稍不太一样，可是呢，它基本上也是一个 recursive permutation 的概念。好，那这个是上一回我们。写的这个 recursive program 哈，那这个是 permutation recursive， 那这个是最后会印出来的结果是长这样子哈，就是供各位参考。好，再下来是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 program 到底有没有达成我们所要的这个目标目的哦。那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program 啊，有些这个有些要求哈，你要能够满足啊。再过来我们谈到。Fibonacci sequence， 那 Fibonacci sequence 基本上就是前面两个这个零跟一是已经定好的，那再过来下一个呢都是由前两个相加，所以零跟一相加就得到这个一哈，再下来一跟一相加就得到这个二哦，那以此类推，那 Fibonacci sequence 基本上就是 Fibonacci 这个人哦，在12、13世纪的时候他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上次也说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界的生物、啊、也有息息相关，那基本上的话，如果你想要知道说这个两个连续的项目之间的比值，就是这个 Fn、啊、这个 Fn 跟这个 Fn 减一它的比值的话，那这个值就会变成这个二分之一加根号，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比例 Golden Number。基本上你把这个Fibonacci sequence要把它写一个 program。那这个是 for loop 的方式写出来的 program 长这样。如果你是 recursive 的话呢，那这个 recursive 的这个形式啊，就会跟你的右上角我们的这个定义形式是非常的类似。再过来就是我们说，你
你这个 recursion program 要写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有没有重复计算？那 parallel sequence 这个问题本身，哦，这个我们这个 tree 表示说我们的计算的过程。那上一次我们说啊，这个我们要算这个 F4 加这个 F3 是这个部分，哦，再加这个部分。好，可是呢，这个再算 F4 里面呢，它又要算这个 F3，哦，这个部分。那因此的话，这两个哈，哦，这两个之间就会重复计算。那我们的 final sequence 要做真正要写 program 要做计算，你最好是用 iterative 的方法，哦，不要把它写成 recursive。那如果你要写成 recursive 的话，你就是要把算过的题把它记下来，不要重复计算。再下来就是这个哈罗伊套的问题，哦，那这个刚刚我们考试的时候，第二题就是哈罗伊套，那这个就是你要把它这个 program 写出来。那这个上一次我们有说这个三，这个哎七个的时候，哎三个 disk 要搬动七次的时候是怎么搬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变成这个 n 个 disk 搬动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我们要写的 program 的这个 main program。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后面这一个哈，这个就是我们的 recursion program。那刚考试第二题就是这个，也就是把这个答案码写出来。那如果你有写出来，那当然就 OK。如果没有写出来的话，那你就要去看一看，你哪里没有写对了，就说看一看哦。这个就是标准答案哦。小考的题目啊，很可能是期中考题目，所以你没有把它弄会的话，那期中考你还是要接受这个考验的。那这个我想，这个 recursion 的行为考应该是还蛮单纯的一个 program 哦。那这个就是务必要把它学会。好，那这个上一次也有谈到啊，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分析你到底这个时间花多少。那这个呢，我们在好一套里面有去分析它啊，这个 number of moment 有没有分析？那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二的 n 次方减一，二的 n 次方。那二的 n 次方这个 n 这个。分如果你到了100或者到64，像刚刚我们考试题目到64，那其实呢，这个二的 n 次方都是一个很大的值哈。好，所以这个接下来哈，我们就有所谓的这个近似的这个概念，这个叫 O 的大写的 O 哈。那大写的 O 的话，我们在念的时候呢，我们是把它念成 O 的。所以这个 order 的概念啊，有点像是我们是几次方的概念。因此的话，就是我们这边这个范例哈，四 n 平方加100 n， 这个我们把它写成 order n 平方。那当然，你把它写成 order n 三方也可以，因为这个大 O 的概念是我们上一次有说过哈，这个概念是 at most， 最多跟什么成正比啊 ？at most。好，那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个哈，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log 的时候啊，因为你以 k 为底 ，m 为底，事实上对我们的这个 order 的概念都是一样的值。那因此哈，我们就不会写这个，通常我们就不写说这个是以多少为底。那我们在电脑在做运算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是二进位，我们的 tree 是 my tree， 那很多东西的话都是二分法，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以二为底。好，再下来是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时间复杂度啊，哦，那时间复杂度的部分，如果你是这个 n 的 k 次方 ，n 是一个变数，就有点像我们在国中学数学学这个代数的时候啊，我们说 s 的 k 次方 ，k 是常数 ，s 是变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多项式，哦，像这样的一个多项式，但是反过来啊，如果是我们把它写的这个，比如说。第一的 x 次方，第一是一个常数 ，x 是一个变数，那这个 x 变数啊是在次方的地方，这不应该多项式啊，这个叫指数 ，exponential， 这个指数的 order。那 NP compute 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学电脑里面哦，最核心的要判断一个问题的困难度，那我们有一个衡量的方式叫做 NP compute 的。那对各位来讲，现阶段来讲就是它是一个难的题目，难的问题。那你要写 program 去执行它，
你要花很多时，不是你花很多时间写 proof， 是将来执行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再过来就是，这个也经过证明，就是目前最好的收紧演算法，它的时间误差度可以是 n 的5 n 啊。那未来我们都会就会再介绍这个收紧的演算法。好，再下来就是我们来看看说我们怎么样分析，我们怎么样分析这个执行将来要花多少时间。那我们就用这个当作一个范例哦。那这个范例可能各位在大一学国文这个学这个程式设计，说不定已经学过了。那没学过也无所谓，就是今天我们就马上看一下。那有一种方法叫 selection sort 的选择排序法。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它最后变成什么？2、5、6、8、9，由小而大。一开始是这样一个情况。那选择是什么？第一是选择最小的，把它放到第一个位置。所以呢，这个5、9、2、8、6，我们就要选一个，把它放到最小，对，放到第一个位置。那我们这个看一遍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二是最小值。所以呢，我们把2跟5对调。2跟5对调，不是它跟五对调，它跟第一个位置的资料对调。所以就是把二放到第一个位置，那就放成这样。那下一次呢？下一次的话，剩下的资料里面最小的是这个五。所以现在是我们把5跟9对调，那这时候前面这两个排好了，再来下一次呢，这些资料里面的最小的是这个六，我们把6跟9对调，啊，又正确了。再来就剩下两个资料，最小的是8，那我们就把它调到1、2、3第四个位置，那8跟8对调，好，然后接下来排好了。好，那这样一个演算法，这个就是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到底花多少时间？我们还没开始写 C 的 program， 我们没有真正在电脑执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先预估、评估这个你将来这个方法在你电脑要执行要花多少时间。所以，我们并不是每一件工作都是做了之后才知道，我们应该是事前要先规划这个要花多少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来看看，那这一个收紧的这个演算法，它最基本的动作是什么？最基本的动作就是进行比较，因为我们这个最基本的动作就是要比较大小嘛。那这个从你这一串里面，我们来看，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一串里面你要选最小值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去看我怎么样去选最小值。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在这个大一的时候学程式设计，这个选最小的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啊，就是一开始你会放到一个暂时的空间，哦，那这是一个 array， 放到暂时空间，把5放进去，5是目前的最小值，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9，下一个，那9跟这个目前的最小值比看看，哎，没有更小，所以9就跳过去了，这样就比较一次了啊，这样就比较，所以9跟这个5比较一次 ，compare 一次，再下来2，我们又看到这个2。二呢，拿来跟目前的最小值比较，这是比较第二次。那二呢，同时打败这个五，它成为更小，所以就把二放进去。下一个八拿进来，八跟目前的最小值比较，这是第三次。那没有打败这个二，所以呢就保持不变。再下来六跟目前最小值比较，也叫第四次。好，最后在这个暂时空间的这个二。就是当时的最小值，我们就把它放到第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归纳啊，你这边有5个资料，要找最小值，你要比较多少次？5个资料要找最小值，你要比较多少次？要比较四次嘛，完全正确，要比较四次，对不对？好，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好，也不是说大约四次，不是啊，就是刚刚好四次。所以呢，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了。所以呢，如果你有 N 个资料，我们刚刚是以5为范例哈，那如果你有 N 个资料的话，那你要比较多少次 ？N 减一次，就是
先生。下一个，我们这个叫做 pass 啊，为什么叫 pass？ pass 经过一次叫 pass。那我们呢要把这个二找到哈，这个最小的这个二要找到，我们要经过一次，看过所有资料从头到尾，所以这个叫一个 pass。第二个 pass 的时候呢，这个二是最小值的，我们不用再理它了。剩下这些四个资料，按照刚刚推论，剩下四个资料要找最小值。要经过几次比较？三次，完全正确，要经过三次比较。所以剩下 n 减一个资料，最小值要经过 n 减二次比较。所以我们那我们这样的话，第一步第一个 pass， 第二个 pass， 接下来就知道下一个是 n 减三，最后一个 pass 在我们这里，最后一个 pass 啊，最后一个 pass 就是剩下两个资料。剩下两个资料要找最小值要比一次嘛，这大家都知道吧？两个一比，我们就知道谁是比较小。所以呢，最后一次要最后一个 pass 要一次比较，你就把这个全部加起来。好，那这是一个简单的等差级数，它就是二分之 n 减一。我们前面的 order 概念就是我们只看次方那个常数项啊，或者是像这个常数项啊，这二分之一这个我们就不管了。然后呢，这个 n 平方，还有一个是 n 哈 ，n 减一就是这个 n 减一里面这个负一啊，乘到这个 n， 就是一次方。那我们看的是最高次方，所以就是会变什么？这个值会跟 n 平方成正比。当 n 很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概率，当 n 很大的时候会跟 n 平方成正比。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估计的值，就是说这个大约跟 n 平方成正比。大约，那因此呢，我们在演算法里面，我们就记为时间复杂度 time complexity， 时间复杂度记为 order n 平方。那有人会说，那我这个演算法是 order n 平方，还是没有告诉你到底到你的电脑去执行花多少时间，还是没讲？当然没有讲。你的电脑我们去买的时候有快有慢。十年前的电脑跟现在的电脑速度也不一样，每一秒钟执行的内容也不一样，当然没有跟你讲。可是这个演算法，十年前跟十年后演算法是一模一样的。你写的 C program 将来到要去执行，十年前写的 C 的 program 跟十年之后的还是同一个 program， 电脑速度不一样。那所以呢，那这个 n 平方代表的意思啊，就是 n 平方的单位时间。每一个单位就大约是什么？比较两个 number 所要花的时间。十年前的电脑比较两个 number 时间比较久，现在电脑比较两个 number 时间比较快。好，那我们现在这个 n 平方有什么意义？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假设啊，我们有一百个资料 ，n 等于一百。我有一百个资料，我的时间要一秒钟。当然，我们现在电脑不会那么慢啊，我们是比个喻哈。一百个资料，时间要一秒钟。如果一千个资料，一千个资料需要花多少时间？大约啊，不是非常准确哈，大约花多少时间？啊，十秒，为什么？相除，按照比例，来你。当然，旁边同学要准备好。来，你就要几秒钟？十秒，为什么？相除。那旁边同学？能不能讲出不同的答案？十二秒，比刚刚多两秒，所以你的电脑越来越慢。有没有同学要讲出不同的答案呢？来，一百秒，为什么？为什么？
啊？就是1000的平方除以100。平方，平方哈，同学讲出来了，平方的概念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上这个？我们为什么上这个？这个是时间复杂度啊，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在帮我们知道说未来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这平方概念是什么？我要 n 个资料，我要 n 个资料去 sort， 我需要做到 n 平方的动作，跟 n 平方乘重。好，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啊，我要去做完100个资料，我要跟 n 平方成正比，你要大概多少？10的4次方嘛，就100乘100啦，这是10的4次方，是不是？那我现在如果要做完1000个嘞资料嘞，它要跟 n 平方成正比啊，那个量是多少？10的3次方的平方是多少？10的6次方。所以我的资料量是你的十倍，可是我的工作量是多你的几倍？100倍，因为我们是平方嘛，对不对？我的工作量是你的100倍，在你的电脑来执行，电脑的话，这个工作速度大概都一样的啊，同一部电脑。如果你现在今天要花1秒钟，100个资料，那我今天给你1000个资料，你会花几秒钟？我的工作量是你的100倍嘛，所以要花几秒钟？要花100秒，要花100秒。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时间复杂度的概念啊。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那你说，老师，你这个讲这个十年前的电脑跟现在又不一样，那我就是写好图本呢，我写图写图本速度很快啊，这个写进去瘦了啊，懒散了啊，我文静的资料，5分钟我就写完了，我就去乱看看，你可以去乱100个资料 ，OK， 没问题，1秒钟没问题。假设这100个资料是一天啊，我们现在讲夸张一点。这100个是要花1天的时间，然后你的老板就问你说，那如果我给你1000个资料要花多少时间？你说老板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执行看看，不行吗？你要马上告诉老板说这个1000个资料花多少时间啊，对不对？哦，你之前100天之后呢，你终于知道了说，哎，我要花100天，不可以，你一定要能够估计你要花多少时间。所以我们时间复杂度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是写好图本以后啊，你可以去执行什么？资料量少的时候的执行的时间可以算出来，这个实际上可以执行。然后你就要估计大资料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接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我这个演算法到底能不能在我的时间限制里面完成它？可不可以？那就这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间复杂度分析非常重要，我们绝对这个写图文之前啊，我们不能土法炼钢啊，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说在什么限制之下我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好，那这块就说到这个，我们明天啊，记得啊，我们上次这个因为台风的关系，这个考试延期了啊，明天记得啊 CP 考试哦。那当然呢，我们的 CP 考试啊，我们比较简单的题目，其实啊你土法炼钢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呢，那个比较困难的题目啊，比如说那整个题目里面第6题、第7题，基本上你用土法炼钢大概不能完成，它就有时间限制啊，每一题执行时间不能超过3秒钟。那你就要估计了，那我这个东西去执行，我的时间复杂度是什么东西？那我的资料量有多少？就还没写过就要想啊，那想完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演算法。实做下去之后呢，可能会超过我的3秒钟的限制，所以这个也算不行。那你要想更快点做。那资料量少的时候没问题，资料量一多的话，那当然有问题。好，这个就是时间复杂度。再下来，
我们刚才演算法我们用了一个范例跟各位说明，那事实上呢，这个演算法我们也可以把写成，不管是写成中文写英文，这边写英文的那也非常单纯啊，哦，用嘴巴描述的用讲的就这一句话就对了，从那些什么 ROS integer 这些整数 that are currently unsorted 的目前还没有排好的，从那些还没有排好的整数里面去找出 smallest 的，找到那个最小值，然后呢把它放到 sorted list 里面的下一个，前面有几个排好的吧，那我现在找到了剩下没有排的部分最小的那一个，就把它放到它正确位置，就是放到下一个排好的下一个，所以用英文讲也可以。那上面这句话呢，很多人看这句英文啊，解读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产生误会。其实有经验的人看到这句话，大概就知道怎么做。可是没有经验的人看到这句话呢，不晓得什么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得更明确一点。更明确的话，知道什么？知道用这个 pseudo code 虚拟码，把它描述出来。说我这个演算法大概要怎么进行。好，所以这一个 code 啊，这个 code 它不是 C 语言，但是我们这里呢借助 C 语言的语法来讲这个事情。你看哦， for i 这个 integer， 这个 i 就是我们的 array index， 因为我们 C 语言然后是从零开始编号的啊，从零开始编号，所以从零开始然后一直做到 n， 哦，其实应该做到 n 减一的啊，从零到 n 减一，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就用这个 comment 啊，这是 comment 的，就大概跟你描述一下，就说我就是哦，从第一个一直到最后一个 a 括号 n 减一就最后一个去检查看看，然后呢就去检查之后呢，就能找到那个最小那一个，同时假设最小那一个是在 d a 那些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怎么样，变成前面哈有一段已经排好了，现在我要排的这个叫 D， 好，从 AI 开始往后找到这个 AN 减一，然后呢，现在又说最小值在这个 AJ 的地方，所以最小值在 AJ 的地方。这个是最小值哈，前面这个是排好的，这个是最小值，好，所以到这边是看到最小值是 AA， 再下来 interchange 交换，把 AI 跟 AA 交换，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把这两个值交换了，这两个值先对调，好，那这个其实在描述的就是我们刚刚的 stacking sort， 就是把你现在目前找到这个最小值，把它放到正确位置。那这个是演算法描述，上面这个也是，那上面这个讲的不够清楚，下面讲的非常清楚。哦 ，DAI 跟 DAA 交换，而且范围还跟你讲的非常清楚。哦，那这个还不是 program， 但是这个是一个概念描，这个非常明确的描述。接下来你有这个 pseudo code 之后啊，你当然就可以把它变成 program， 就把刚刚里面的内容啊，刚里面怎么样去找到这个 AJ， 然后怎么去对调，就用 C 的 program 描述更清楚。外面的壳还是要从0到 n 减一，里面这个部分就描述非常清楚了。好，那这个描述非常清楚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我们没办法一行一行 trace。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的 comment， 这边的意思就是我要去找到最小值，一开始呢我就假设那个最小值是 EI 的，就跟我们刚一样，先假设这个是最小值，然后慢慢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打败它，那如果有的话就是把它换掉，好，再下来上面这一段是找最小值，接下来就是把这两个 swap的意思跟 interchange 是一样的，
你劝你丁科劝你苏澳都是一样的意思，交换，好、哦，所有的交换，所以接下来就是把这两个交换。那我们用口语讲交换，可是我们真正写课文呢，这个我们大一学这个什么是第一课，你要把两个字交换，一定要经过这三步嘛，先把它放到 can， 然后把这个东西把它放到 AI， 然后再把这个 table 放到 AI， 哦，一定要三个这个一定要有 table 这才能够交换。好，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电脑可以执行的功能。好，再下来，那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演算法这个 order 的概念，那你怎么样真正在电脑上面看你电脑执行花多少时间？哦，那你当然真的要用电脑的时钟来计算了哈、哦。那这边就有两个写的方法哈。哦，那第一个方法是这样的哈、哦，你要 include time 点 h 这个 header 哈、哦。第一个方法是这样的，现在的时间，你这个 time 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时间，好、哦，简单讲就是你现在的时间。下一次呢 ，time 呢是下一次当时的时间，都是呼叫 time， 好、哦，所以像现在是15:37:40，等一下呢15:37。45秒都是当时的时间，所以这个 start 是第一次的时间， stop 是第二次的时间，接下来两个相减，这一个减这一个就是你这边经过的时间。但是呢，这边这个时间啊是用什么单位的？用什么单位？这边有写啊 number of second， 你的秒用秒计算啊，从什么开始算呢？从1970年的1月1日凌晨开始算起，然后到今天2015年，看看经过几秒，其实我不知道经过几秒，一年大概有三千万秒，那你经过1970年到现在已经45年了哈，哦，那你就算有几秒钟，啊、哦，然后呢，这边也是一样。第二次的时间也是经过几秒钟，两个相减就是总共都是经过几秒钟。那相减现在那个 time 的格式啊，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time 格式，真正的这个格式长什么样子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就呼叫 difference， 啊、哦、，time 就是这个 difference 意思是这两个相减，啊、哦，这两个相减，那就得到我们的时间了。那为什么会用这个时间？哦，这个其实，这个最主要是因为 Unix 啊，这是什么？这是全世界标准时间 ，UTC 是全世界标准时间啊。那为什么会用这个时间呢？最主要是这个 Unix 啊 ，Unix 有听过 Unix 吗？哎，有听过请举手一下。哎，等一下要举手啊！有听过的先举手，举手是这样的啊。顺便伸一个懒腰哈，这个叫举手啊。没听过请举手。好，请放下。还没举手请举手。好，今天上完课之后你就听过了哈，以后你再说没听过，那其实你就什么说谎者。好， Unix 就是一个作业系统啊。我们现在各位在用的最常用的什么 Microsoft， OK， 你就微软的嘛，对不对？你现在不管你用的是 Win 7啊 Win 8啊 Win 比较早期的 XP 啊，或者未来 Win 10啊，那个都是微软的作业系统。那 Unix 呢也是一个作业系统，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作业系统，好，稳定度极高，好，因为作业系统。那这个时候呢，它开发出来之后呢，大家就觉得把它变成一个标准，所以在1970年代变成一个标准之后呢，就变成说变成了来数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以它的这个时间的标准，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一种计数的方式哈。第二种方式是 clock。
color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振荡频率啊。我们 CPU 啊，你去现在买个 CPU 对不对？你说这个 CPU 啊，这个什么？我的 CPU 是 3.4G。请问 3.4G 什么意思？现在我们有很多名词啊，通通加一句哈。请问3.4G 是什么意思？我们手机也有3G 啊，也有4G 啊，那3.4G 是3到4之间，是这样意思吗？啊？还不一样，女同学，这3.4G 什么意思？啊？没听过 CPU 3.4G 啊，速度很好，速度啊，3.4G 是速度，什么速度？运转速度。还有没听过答案？刚才已经从60分升级到40分了，什么速度？3.4G 能再讲清楚一点 ？G 是什么意思？啊 ？G 什么意思 ？M 先生怎么讲 ？G 什么意思？啊 ？Giga，OK，非常好。什么叫 Giga？ 啊？10的9次方啊！这个我们学电脑的哈，不可以不知道 giga 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定要知道的啊。一个 giga 是10的9次方，这是一定要知道的。10的9次方，我们很多单位用 g 哈，记得啊，我们单位用 g 哈，还有什么单位会用 g 啊？你买的这个讲的速度哈。等一下，我们再谈什么叫速度。你现在买回来的电脑里面，记忆体有几 G？ 记忆体有几 G？ 可能跟你讲说，现在记忆体有16G。什么叫记忆体有16G？ 可以存放10的9次方个 byte， 16×10的9次方 byte。disk 有几 G？ 当然现在可能在等 G 的啊。disk 有500G 是什么意思？500G disk 啊，也是叫 G 哈，就是500×10的9次方个 byte。好，所以呢，在我们买电脑的时候啊，那个 G 哈，那个 G 的大小其实是同样意思。当然，他后面在讲的，一个是讲速度，一个是讲它的容量，哦，多少量？这个 G 就是10的9次方啊。顺便写一下 M 啊 ，M 是什么 ？Mega，Mega byte，Mega 就是10的6次方，100万。那这个不管是 G 也好，是 M 也好，甚至于现在我们常常看到 T 哈 ，T 啊。天啊，是多少？10的12次方。好，所以各位不要把它混淆，不要跟它混淆，说，哎，我的手机是3G 手机，我的手机是4G 手机，所以我的手机是10的9次方，那么多钱买的？不是啊，那个 G 是叫什么？第三代跟第四代 ，G 也是这个字的简写 ，Generation。第三代、第四代手机，所以那个 G 哈，不是来表示你是速度多快或者机体有多大，是来表示你是第几代手机。好，所以3.4G 在电脑里面，不是在讲第三代跟第四代啊，讲的是你的话，你 CPU 的速度，你 CPU 的速度是3.4×10的9次方。什么叫 CPU 速度？
就是 CPU 每秒钟震荡多少次，那个震荡叫做 clock， number of clock ticks， tick 就是时钟滴答滴答，叫 tick， tick， clock clock 就时钟啊，是不是？ clock 是时钟，不是我学过英语吗？ clock 是时钟吗？哦，对，时钟滴答滴答的次数，那在电脑里面呢，就震荡频率啊，震荡频率。我们的电脑它为什么能震荡？因为我们的电脑里面都有一个叫时间震荡器，它也要震荡，震荡才能工作。哦，未来各位学数位系统，其实应该有学过了吧？啊，正在学，对，数位系统里面就会谈到数位啊，数位全部都靠着 clock 来的，全部，所以就是震荡多少次，震荡多少次呢？震荡3.4激动波次，一秒钟，一秒钟以秒为单位，所以大约就10^90次。一秒钟震荡，这个震荡是做什么事情？震荡就可以震荡啊，我们这个就可以把工作往前推展一点点，推展一点点。那我们的加码，我们的乘法哦，加码也许就是一两个震荡，一两个 clock 就可以了，乘法要多一点。好，所以呢就是吧，所以就是看看目前啊，你的这个 program 啊开始执行的时候，这边看到。这个 start 等于 clock， 开始执行到现在，哦，从你这封开始啊，开始执行到现在，你的电脑震荡了几次？那各位可以想见了，这震荡啊，一定是以G为单位的啊，一秒钟就10^98的啊，所以基本上是以G为单位的啊。然后呢 ，start， 第二次也是什么？也是从你开始执行到现在为止。震荡多少次？这两个相减，就是从这里减这个，就是你中间震荡多少次。好，所以呢，这个 stop 减掉 start， 就是你的震荡多少次。可震荡多少次你不知道怎么嘛，所以再除以你每一秒钟震荡的次数 ，clock per second， clock per second 的话，基本上就是10^90以上。哦，我们现在电脑都是10^90以上。好，那这个呢，这样一减之后呢，也就可以变成秒哦。所以基本上未来哈，我们将来的这个 program 里面会有一个 program 让你去测量你花多少时间，那你就可以用前面这个方式或者第二个方式来做哦。你还能够report你到底花了几秒钟？好，这块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 chapter 啊。那我们第二个 chapter 谈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资料结构里面最简单的核位，这个我们在大一学城市设计一定要到核位，这个最简单的啊。那我们就谈这个核位。我先在这边先调查一下。有写过 C++ 都可以，请举手一下。哦，有写过，请举手一下。没有写过，请举手一下。好，请放下。不知道有没有写过，请举手。好，这个的确啊，这个因为有些时候你也不晓得你到底写的是不是 C++，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写过 C++ 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写在这个 program 里面哈，有一个叫 cout， 然后就一大堆把它印出来，那我写的 cout， 所以我写的 program 叫 C++。那有的同学说，不是，我都没有过 cout， 我都用 printf， 我都用 printf， 那 printf 是 C 的。C 的这个函数，
那西要得是西的函数，那有人说我那我西要得，所以我就西要这样，当然不是这样判断啊。所以刚的这个刚各位的举手不算数，他们不算。好，我们所谓写过西加加，那至少你要写过你的论文里面要有 class， 要有列这个概念，一定要有的啊，没有的话就不算数。要 class 啊，那我们重新举手。你的 program 里面要 class 吗？至少要 class， 要有类别，要自己宣告的。来，有写过 C 加加举手。只有 C 要的不算啊。OK， 好。没有写过的，那请你在未来的二十分钟里面把它学会。真的啊，我们这是快速的啊，快速。我们的 C 加加啊。跟你传统的 C， 哦，当然如果你这个没有学过，你就是其实我们会经常分不清楚的，那这个其实无所谓了啊，你把它混在一起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我们的 C 加加啊，最重要就是要 class， 哦，要 class。那再过来就是有 data member， 有 function， 然后有说你这个 access 就是我们存取啊，存资料取资料的 label， 它的等级就是它保护的等级，哦，那等一下我们就一个介绍。那我们就看范例嘛。那我们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范例，哦，来展示这个 C 加加的 class。首先啊，我们先看这些，从这边，我们先看这个上面、下面先不要管，先看这一段啊。这个就是 class， 这个是 class 的名称，这个跟我们在写论文变数名称一样，哦 ，IJK 也是你的变数名称。那我们当它取名称的时候呢，取比较有意义的。这个就是 class 名称，哦，你一定要把它换成中文的话，就叫列别名称，哦，我们就说这个叫列别名称。好，那这个 class 里面呢，最重要，哦，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四个部分里面 ，class 名称在这里了，哦 ，class name， 好，再过来，还有它的 member。还有你的函，你的function，这个就是一二三四，这四个是我们的function。再过来就是这个是你的资料，哦，所以在 class 里面的话，你就有四个，像这边有四个 member function， 然后还有你的四个 data， 就是你的资料，哦，那我们先看这个做什么事呢？这个 rectangle 哈，哦，顾名思义 ，rectangle 就是矩形哈，翻译中文叫矩形。矩形是什么？矩形不要有人说了，那个就是在这个什么纪念馆举行庆祝大会啊，哦。好，那是不是要翻译哦？好，好不好？音相同啊，哦，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啊。矩形就是长方形的啊，简单讲长方形。好，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现在定义一个列别，或者甚至于我们说将来我们定义这个是叫列别名称。那我们定义出来的东西哈，我们就叫物件。我们定义出来的东西叫物件哈，英文叫 object。好，那我们将来定义出来一个物件，我们现在定义的是一个什么？一个矩形。那矩形的这个组成，大概你用什么方式来描述它？那我们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方式。那我们这边所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哈，我们给它右下角这个点的坐标。还有呢，再给它宽度，还有给它高度，用来描述这个矩形。那有人说我不要这样做，我要给它四个点的坐标，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好，所以矩形的描述方式不是唯一的，就看你要怎么描述它。那你看我们这个矩形啊，这个比较节省的方式，你看，如果你给它一二三四，你如果给它四个点的坐标，每一个坐标有 x 跟 y， 那你就给它八个资料。我们这边呢，给它左下角，然后高度是一个，宽度是一个，所以我们就是 S Y， 还有高度，还有宽度，我们只要给四个资料，就可以来描述这个矩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资料描述的方式。好，所以呢，我们这里哈，我们假设我们是放在整数点，所以呢，这个 S low Y low 哈 ，S low 的意思就是 S 低的哈，低的就是比较低的这个哈。这个是高的，这是低的。Y low 呢，就是
啊，对不起 ，S 是左右的啊，左边比较低啊，那 Y 落呢是上下这个比较低的，还有它的 height， 还有它 width 宽度，这是我们资料。然后这个矩形哈，有这个矩形之后呢，那我接下来就，那我们这些矩形要做一些操作啊，这有点像什么？我们给你一个整数哈，我们给你一个整数。INT 然后 A 然后 B， 那我们可能会问说，那我 A 可以做什么事 ，B 可以做什么事？好，那我们在整数里面呢非常简单，就加减乘除嘛。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就定义好的、啊。那可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物件啊，那这是我们新出来的东西啊，那我们就自己要定一下。那我们在矩形里面可以，我们可以将来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运算？好，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运算啊，其实也没有太多。我们先看下面这两个 height， 你要告诉我矩形的高度 height，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 get width， 你要告诉我矩形的宽度，就是我这里就提供这两个啊。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矩形这个物件啊再扩充啊，你可以说我想要知道它的面积，哦，那你就再继续扩充，好、哦。但是我们这里呢就提供这个，有点像什么 ？A 跟 B 加减乘除。那我觉得这个加减乘除还不够啊，你要告诉我次方啊，哦，那可是我们的次方的话可能没办法直接写，你要自己写一个方群的、啊，哦，那这里 也一样啊，高度宽度只有这两个不够，我要知道面积，那你可能还把这两个这个列为这个 class 再把它扩充。那另外还有两个特别的，哦，这两个特别的啊，一个叫 constructor， 这个名称啊，这个名称它也是一个方形啊，括号都是一个函数啊，就是我们 C 语言的函数啊、哦。然后这个名称呢，跟我们这个 class 名称是一模一样的，有一个方形的名称跟 class 名称一模一样的，那一个叫 constructor。constructor 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建立者、建造者或者产生者，产生这个 class 的一个方形，好、哦，这叫 constructor。另外一个呢，前面写一个 not 符号，就是我们的 C 语言里面的这一条虫啊，这一条虫就是什么 ？not 否定就是什么？跟上面这个是相反的，是 destructor。destructor 从字面上来看就是破坏者、消灭者，就是把这个东西消灭掉，哦，所以这两个是相反的。那这两个呢是特别的。其他的你就可以自由定义，哦，这两个特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只是把名称定义下来，没有实质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接下来哈。我们要看就是他把这个档案哈、啊，这个 program 的档案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 rectangle.h 啊。现在目前的这个写好这个 program 这个档案、啊、是放在这个地方哦、啊、，rectangle.h 这里面。那我们这边的这个实作上面呢、啊，它是把这个档案啊，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的啊。这个是放在 rectangle.h， 然后接下来这个部分哦、啊，接下来这个部分它是放在 rectangle.cpp。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引入进来，把那个档头引入进来，就是刚刚那一个前面那一个档案把它引进来哦，引入的。接下来就有这两个 get height 跟 get width。那 get height 跟 get width 呢，就是我要知道它的高度，我要知道它的宽度。那我们的这个 rectangle 这个非常单纯，因为我的资料里面本来就已经有了哈。本来里面就已经有了高度了哈、哦，这个直接把这个资料给他就可以了，还有这个资料，哦，所以我只要 return 这个值就是得到高度了，我 return 这个值就得到宽度，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哈、哦，这个方形里面这个方形啊的里面的运算非常单纯，没有做任何的加减乘除，直接 return height， 就是我们刚定义的。这个就 return width， 就是我们刚定义
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啊，假设我现在要多一个方形来计算面积，如果要多一个方形来计算面积，那我们就 return 什么？如果现在有多了一个方形要计算面积，我应该 return 什么？ return height 乘以 width， 对不对？我们就创造一个新的方形。好，再下来，这个是我们方形名称，前面这个就是我们 rectangle， 就是我们的 class 名称，然后这个是新加的语法，就是这个 class 名称后面冒号两个冒号，一个两个冒号，接下来是方形名称，好，这个是 C 加加语法，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方形完成了，这个方形就一行啊。那我们写公文的时候，一般我们当然是把这个大括号写在下面这一行，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很短嘛，所以我们就直接写在后面，所以这是已经一个方形完成了，这是第二个方形完成了。好，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在讲这个 extra data type 的时候呢，我们就说 rectangle 点 h 啊，我们就是把 class 的定义把它定下来，然后呢，现在是这个部分呢，就是把你的操作的内容把它做出来，真操作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把它做出来。好，这个C 加加已经学会了一半了，等一下我们先下课。等一下还有一半那个学会。